二棒，第二棒是池子，这种可以当入担任开路先锋，那这个也都蛮被期待。球，叶子廷的打击，哦，140，双面刃，就是对打者来讲太好选了，没有威胁性。好，你看刚的球效果出来哦，这球打成了游击方向的弹跳。平中时期他也是。又是一个滚地球，黄永传侧身接球，哇！喂，啊！要看一下裁判的手势，是一垒手的这个脚脱离垒包了哦。但我相信这一球，第一个在弹跳，我看最后在靠近黄永传的时候是比较不好处理的，比较尴尬的位置。接到没问题，在传的时候，喂，啊，这个应该是球也没有接稳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至少这两位打者其实也有，就是直接在一军赛是对决一军投手，强力投手可以开轰的打者。对，像在这种，如果在一个滚地球出现，还是有可能在这半局只面对三位打者，真的出现被二垒手拦到了啊！再起身，嗯。今年赛季奖之前在二军打击是20.9，你也要注意投在红中，他会抓第一球打。连续的，哇哟，第一球黄永传，黄永传啊，游击成球，反手接球，而且是滑接之后，这个球送得更准了啊！第一局看到黄永传那个手背行云流水，这样林兆恩度过了在第一局这个投球，稍待片刻，等一下看一局后半同一支队进攻。还蛮巧的一对比，就是完全对滚地球出局跟完。今天的速度哦，在直球来讲都差不多可以维持在144左右。说你练到，可是因为现在的训练都已经非常科学化，还有很好的监控。两好球一坏球，这一颗哦，这个好球。廖伯勋今年也是在一二军之间游走，又是滚地球，哇，全部都找到黄永传。目前怎么不太在虚发、啊？是是是，这个统一是教练有交代富邦的打者，今天我们有谁要特训这样子吗？这个巧合啦，哇！但是今天哦，我想这样的场景，可能他们两位也会觉得投完之后，他其实是极端偏飞球。嗯，哦，这个有布阵，哦，这滚地球轮到那个 location 想要压制打者的方式是不同的，是。我现在就是在一军还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出赛，因为又是来自文化大学，其实又有加分的效果。打者勉强去碰去出棒，对，制造滚地球，我们看会不会复制贴上这个球，直接拉掉拉掉。那这个半局林兆恩是投出了一个三上三下的半局，潘磊把球传上了林奕泉的手套，完成这一很直接，他就是不断的往你若有那个进垒的位置分。前面的两局啊，林兆恩只投21球，对。不过两个人，两好球一坏球，这个需求切备的一般。我们说这种投手担任先发该有的球路，对。因为其实丙总在球员时期，他也都是属于这种直接对决的形态。又是滚地球啦！轮也选了一位他的队友是郑富豪，嗯，今第一次在播他的时候，一开始讲成风，是是。哦，这个飞球已经准备三打了。嗯，今天所打出去，富邦所面对林兆恩打出的第一个飞球是一个平飞安打。棒子有对方对你的一个配球。一垒的哦，哇，滚地球来了，这应该是个 double play 463，哇，黄永传出一垒，这个球速度有没有比有品味？其实到了职棒之后，我在观察那个身材的成长都蛮快的，哎呦，飞球出现了，今天有机会的第一个飞球出局，哎呦，黄永传，有些人就是特别快速，是。啊，高国林基本上他已经定型啊，这个身材是很成熟的身材，中间方向飞球，哇，打到哪里去看不到啊，这么远啊！被长打能力的
学长蒋志贤啊，这样子力量这个等级的打者，你的球进垒位置在哪些精细的角度的重要性？是，五个都是高国女士。哇！但是这一次蒋志贤他这样的修正，又是个飞球，这个半局打到场内的三位打者都是打飞球，两个。比如说变化球转速这些监控数据都有往上跑的时候，他接近要升上一军，我觉得就会越来越。这一棒成的大王咬到右半边，切！哎呦，这是被吹回来的，哎呦呀！到陈真的打击，三振，哇！前面四局。如果以记录，他应该就是何恒又退场。哇，陈真今天两次都被林兆恩给三振。接下来是董子恩的打击，曲球获得青睐，嘴棒咬中打到了左半边，中左半边的飞球，欧巴尔场地的二垒安打。哇，这球咬得扎实，啊，变化球整个被安打的李伟来了。对。李伟那个球是，也是一位大投手封诺辉啊。哦，对对，那封诺辉体格，我这边讲一下我的经验，所以我就将错就错，有些时候我就照签那个错的。我听到的也是李伟啊，对，两好一坏，来了142公里的速球，就是把李伟给三振了。他处理这些。不管滚地球或是飞球也好，今天的飞球不好。一下这个游天元也是续投的话，都是这个前五局。哎，同学不捧场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哇，第一局我不然讲的尤其正解。是是是，哇，这个其实这样子的伤害对投手来讲就比较大一些。啊，等一下来看这个球的滚动，它的弹跳好像也比较靠近游击手的身体。是是。有换，是不是已经换人了？是不是变谢修权？是。哇，那这样也要看说黄永传还有没有留在场上哦。因为谢修权，我看他原本是刚好面对两轮，现在下半场开始的六局哦。刚好是来看检视他们在第三轮，因为路踏上雷包，曾经在比赛当中让富邦悍将打出过双杀打，没错，这个时候三振，哇，传短之后，我想最大的统一教练团这边还是去检视哦，林兆恩自己的一个危机化解能力，那像这个打接下来。这个哦，没有失误的话，投手状况好，有一个武器球可以吃死对方。哇，这个速球对决，哇，擦棒被捕。上个半局对林兆恩来讲，他应该休息很久。对，一个半局球队的进攻哦，哎，把分数给反短了，主要就是有没有固定那个节奏，其实对投手有时候会有影响。游击方向，来，现场的风是他们自己体认。都很大，对，哎呦，都会有这个本能，而且专注观察判决哦，他就先做触杀的动作，哎，这最终还是这两个打者他是做到了哦。对，可能在外野这边的竞争，他可能在二军要有更亮眼的表出这个不错的成绩以后，就也卡位了，嗯，他是因为苦啊。站着看就完蛋了，这场比赛80球以内耶，对，而且这个半局又累积2K， 这场比赛7局的投球投出8次三振，用球数不到80颗，现在同志的2-1领先一分。